好，有心，我们先来学加法交换率哦。18加2等于多少？20。那2加18呢？20。对，这个就是因为交换过来是一样的。那3加17。对，好聪明哦，就是3加17不好算，但是17加3就很好算了。那3加10，13。哇，好棒哦！1加15，16。对，你看，你可以算那么快，就是因为你把它交换过来，是吧？这就是那一个加法的交换率。